这场比赛呢，也是国际乒联啊临时这场球呢，就是竞争能力更强。东汉啊，比较在前三板也杀伤力比较强，因为他这种球，他的正手突出啊，步伐呢，哎，他的和他的这个技术状况状态有。大家看到斯罗伯特呢，在这个对德国队的比赛，而且在最后第四局第四场欧洲的那种，完全就是那种还是有点东西。但是双方在争夺小组的第一课和奥地利第一名的面非常大，是加尔多斯四场的比赛中是战胜了德国的新秀斯特格。都是这个，而且在前三板呢更刁钻。我看差不多吧，应该对球感上比他还要好，还要好。柳成敏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在之前，因此对运动员来讲呢是一个考验。罗伯特4-9落后。是这个柳成敏的侧下旋已经有三四个了。漂亮，往下变被动为主动，是一个啊，这都不好打，不对。但是刚才从跟柳成失误率非常高，他当下行接，但是他手上他不敢用劲儿，跑一场。高抛，现在老将施拉格在做准备活动，削球手啊，曾经也是高调虎圈B9。取胜，高调连续拉，第三板挡一板，这样柳成敏就以11-7